有时候我们讲说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就一张照片能够抵过千言万语，那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张照片，真的蛮震撼的。所以请你看一下荧幕 ，OK， 这边是一个火车，事实上不止一台，它这样一路排下去，不知道排多远哈。那你看这个火车非常旧了哈，所以是在干嘛呢？好，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这是在苏俄。应该讲苏俄没错吧？好，所以苏俄叫做 Soviet， 所以它的发音是 Soviet， 那个 V I E T 是要念成两个音节的 Viet， 就好像越南也是念成 Vietnam， 所以 Viet。那当然我知道可能他们本来原因念成 Vietnam 嘛啊之类的，但总之外国人可能会觉得 V 这个音听起来很奇怪，所以他把它变成了 Viet 这样子两个音节，所以 Soviet。哦，也是一样，后面是两个音节的，所以这个 Soviet era 的 train，OK，、okay? 所以在这个苏维埃好像也有另外一个词，那这是一个 abandoned， 好、哦，就是一样被抛弃的一个 Soviet era 的 train in Russia， 那这个是在冷战时期的时候发生的，所、以 during the Cold War， 冷战真的就叫 Cold War， 就这么简单。那 Russia， 他们就。停好了好几百台的老火车在这个老的铁轨上，那他们当作是一种备用的，因为你知道冷战他可能怕打仗，那需要运输东西的时候，然后又怕可能电缆线被人家炸毁的话，他还是要用蒸汽火车来用，所以这些其实是蒸汽火车。我还没读完，所以 during the Cold War Russia parked hundreds of old trains on old tracks as a backup railway，所以当成是备用的一个铁道这样子。They are all steam engines， 所以 steam engine 就是蒸汽引擎。其实这一篇算是托福程度的齁，必须说，因为它有一些词，像例如说 locomotive 就是火车。那这个 locomotive 这个字真的会在托福雅思，我讲托福啦，雅思我可能没有那么接触的多齁，所以托福的文章里面绝对有，甚至不管是读阅读也好，听力也可能会遇到，写作也可能会遇到。所以 locomotive 火车，那 steam engine 叫做蒸汽引擎，这个可能好一点点。The idea was they could still be used if something happened to the Russian electric grid。所以这里有一个词叫做 electric grid， 所以 electric 是电的，这个 grid 就是格子，所以其实就是电网之类的，就是我们讲那个电路的分布网。那你看，你回想一下。你在电影影集上看到，哎、欸，哪里停电了？是不是就好像一格一格那个电不见，突然间消掉？哇，那个就是 grid 的概念，格线这样子。OK，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词，我觉得其实这词也是在生活中已经出现很久了，叫 off the grid。off the grid 什么意思？就是你离开了 grid 去生活，例如说在矽谷啊之类的，他们那种齁高科技人才，他们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就是说啊，我们周末。不要管工作，手机放家里，那我们开个那个 RV 啊，就 recreational vehicle， 我们开到山上去，然后跟这个现代这个文明世界切断掉，好，然后过个一个周末，然后再回来这样。所以你可能说，哦、oh, ，we're going to the mountains over the weekend， we're gonna be off the grid， 啊 ，off the grid， 其实就是说跟文明切断、失联掉，其实也就是离开电网的概念这样子。OK， 好，所以 off the grid 是很常听到一个说法这样子。Anyway， 回来这里，所以要是呢 ，something were to happen to the Russian electric grid 的话，他们还有蒸汽火车可以用。So in Russia's central Perm region, in particular, a cemetery lies on the sidetrack。所以在俄罗斯有这么一个地方，好像就 Perm 的样子，因为 P 大写，所以表示应该是地名。所以有这么一个 cemetery， 就是墓园，好，坟墓墓园就躺在这个 sidetrack 那边，但是那边没有什么。那个真正的坟墓或者就是墓碑 headstone， 所以 instead of tombs and headstones， it is filled with trains from the 20th century， 所以它全部塞满了20世纪的火车，也就是19几几年的火车这样子。 There are dozens of steam locomotives， 你刚看到了 locomotive 这个字出现了，所以有好几个很多的 locomotives， the oldest dating back to 1936， 所以最老的可以追溯为1936年， and the youngestFrom 1956， 所以五六年的确是冷战的时候了，就肯定是二战后了。They sit on rusty rails in the middle of overgrown vegetation， 所以他们就坐在生锈了的
轨道上 ，rail 就铁就轨道这样子。OK， 那 rusty 就是生锈了的，那还长了一大堆这个植物在附近，在上面，对，的确是哦，植物都长出来了，这样没有错。好，然后再下一段。At that time, around 140 locomotives were docked there. 所以在那个时候，总共有140台的这种 locomotive 被停在那。那停这个字，它不再用一次 park， 它用 dock， 很 OK 的。像例如说船舶停在什么地方，我们多半用的就是 dock 这个字。所以 dock 也有码头之类的意思。OK， 好，所以他们就被 dock 在那。So, but as electric power replaced steam, these reserve trains hit the end of the line.所以，但是呢，随着就是电，好，所以电力取代掉了蒸汽，所以这些备用的 train， 所以这个 reserve 这个字是本身可以当形容词，一般是动词啦。如果拿出来单单使用 reserve 的话，那有时候你把它讲成被动的，不过被动其实蛮少看到，像我们讲说我们台湾的后备军人也是用 reserve army 这样子，所以这些 reserve 的 train hit the end of the line， 所以就是说他们到了生命尽头了。So as railway authorities waned, maintenance work on the locomotives eventually came to a complete halt, leaving the way for rust. 所以随着 railway 的这个 authority wane 掉，所以事实上他们就是这种铁路的官方啊，也慢慢的就，因为你知道火车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已经越来越没有人在做，台湾大概也是，就除非你是通勤族，你搭那个叫什么？我实在不应该这么说，我们过年的时候还是很多人搭火车，我自己是很久不搭，因为我觉得就慢，那但是像例如说我如果要回桃园或什么的，我或许还是会搭火车的，这样。好，所以但在俄罗斯这个地方，它的 railway 的 authorities wane， 所以 wane 这个字 wane 就是慢慢退掉的概念。 OK， 所以随着这个 authorities waned， 那这个火车的维修呢就慢慢的完全停掉了，这样子。所以 maintenance 这个字尤其发音并不好念，我自己念了好多年 maintenance， 因为 maintain 这个字大家都熟，好，维持住、维护之类的 maintain， 那的确重音是，或者应该它的发音是 maintain， 不是 maintain， OK， maintain， 可是变成名词的时候它的念法是 maintenance， 甚至就是不是 maintenance， OK， maintenance，好，这知道就好了。来，所以他的 maintenance work on the locomotives eventually came to a halt, came to a complete halt. 所以一个东西停下来，我们一个固定，蛮常看到的片语就 come to a halt. OK, come to a halt. 那所以不一定是 come， 我看过像例如说 grind 这个字 ，grind to a halt 也是看过的。那多半后面就是 halt 这个字啊，你们可以改成 to a stop， 不是不行啦，但是真的比较少看到。所以 eventually came to a halt， 好 ，leaving the way for rust， 所以就开始生锈了。简单的说，好，最后一段 ，many of the trains have been bought and taken away by Chinese owners， 所以这些火车啊，很有趣了，被很多中国买家买去收藏了。好，所以 have been bought and taken away by Chinese owners， others have been restored to become exhibits at museums and memorials， 所以有很多其他的就被买来，然后被恢复，然后就变成了博物馆里面的展示品了，这样子。所以这张照片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希望你喜欢。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